金刚寨大寨主。啊，绿芽，快走，马上走，不要回头，离开黑山岭有多远跑多远，不要回头。这不像人，难道他是鬼煞？不错，就是鬼煞，你赶紧走。小子，你跑不掉的，今天你们都得死。炼制鬼煞乃世间禁术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杀你的人。我受家主所托，岂能坐看吕阳身陨此处？看样子只能拼死一搏了。要想活命，只能杀出去了。金虎剑镜，赤铜剑体，飞鸿剑法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有人要你死，